到舌头了。黄鳍尾鱼应该够哦，要不要？你们有人要吗？黄鳍尾鱼应该还有，剩两只，整只的黄鳍尾鱼剩两只，整只的黄鳍尾鱼剩两只。叫我吧，刚咬几只东西，没闻到了，过半年了。你先弄几个吧，还好啦，你那边是八个。好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要那个，牛牛黄，香的，下面的牛牛拢无。啊，我都放唔住啊，无。阿妈，什么感觉你啊？阿妈。感觉。下面呢，这边排风，这边排个无一样啊。我放唔住啊，什么感觉你放得到？阿妈。什么都放唔住啊。阿叔啊，你做爱种红梅？对啊，红梅阿妹，是嘞，不大声阿妹，拢未记得炸，拢未记得炸。再叫吧。你这个好用啊，我看一下雾了，我去买。那个没有，那个左边这一只手机，它早上有。那个大粉丝团被停止，这个雾的话，我把它吹一吹好了。哦，这样稍微。红光哦，你话红光啊，红毛光啊，那你不要这样子。我等下做你管理。好，下礼拜拜，你卖下来哦，对到我哦，你卖下来。我再做两个，再两个，两个好做，你听我讲，一开始阿爸话你做啦。我稍微吹一下，让它稍微降温一下。降温没？摆在椅子上。小局长，快速把它降温。好，先这样子吧，等一下雾了再说。那个200，黄鳍尾了。无话哦，我要吃大尾的，我两个人，你叫我吃大尾。你董书记，你叫我一个月再来催你就对了。你董书记走掉了。那今日阿哥来啊，阿哥来，今日走到阿哥来。是啊，来等下咯。来买鱼花啊，我叫无食地方，食大颗。你阿麦啊，你讲。你讲真，你袂做，我了食大颗变大猪，知唔知？你讲小客，你讲。要不四分。我今天真正鱿鱼花买四分，鱿鱼花真的买四分，鱿鱼花等级太高了。就去找。伊在发来啊！我真正，伊做一包装硬看哩，包装包装硬看哩，我还知。哦，又要载啦，还是包唔住？刚刚买一下，买。唔过，难得。哈，不然嘞？不然，你还不发了哇？有，拿到走了。
那个我们看一下桌面哈，那个今天有安条、盛小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然后香鱼、富贵鱼、白鲳，然后那个是安娜，然后花烟，然后灰灰，好嘛，空秋楼，石斑大师的，然后乌锅鱼，没有什么鱼哦、喔，章鱼脚。你今天做什么鱼？就海乌龟哦，海乌龟，乌缸。对，有孔雀鲈，然后是木鱼肚、是木鱼皮、黄鱼、昂扎。哎，这有孔雀鲈啊。那个是木鱼，大只的，下章。对啊，这样。这样孔雀鲈。阿弟早。老板娘，这个。好。多搞笑。这家新秀啊！几百呀？嗯？你是不要叫人了，你头几来不要叫了，哈？你头几来不要叫人，我要传走了。哎，杰哥哥啊，护理哥哥。像那家店人拢叫伊哥哥。系啊，哥哥。你那遐用手刀，你个刀是？哎呀，用手刀。哎呀，用手刀。大只还轻点耶。大只用手刀耶。几只呢？还蛤蜊嘞？你一百一。多少？一百。还有什么？有这个啊，有小粉啊，就是偷偷啊，只要你能关，关住啊。拜拜。不行了。不行了，我。讲。两千几只。哎，你十几块？你边一边去写啊？我买嘛，我买一边要写不熟啊？像我边了写不熟，你看。你补我呀？我十四块补下。你补十四块？啊，你不过要铁板鳕鱼哦、喔？哎、欸，那上次有，今天不知道有没有？那个无多康的鳕鱼。没，无一点，至少无一点。有啊有啊。无多康的鳕鱼。再得一种，再得一种。两千啦，两千啦，两千啦。刚刚就有卖了啦。好，有 ，David 大有。有 David 有铁板鳕鱼，今天有铁板鳕鱼。原来我唔知，我唔敢，我今年今年我都两千块了，好像不是这个，要更小一点的。还有更小的，今天一百一点的有，就大概一百块。不是这个，它是要上次那一种有袋子包装的小片的那个。好，好，可以。今天你都无几千啊？他两箱的，我拢无两条啊。三块五百啦，一百零八，三块五百啦，你看几只呢？十八是轻的啊。Baby， 来等一下，那个大小应该不是大，不是铁板鳕鱼。Baby， 来等一下，那个大小应该不是铁板鳕鱼，它这个比较大。你要的是那一种稍微薄一点的，然后斜切比较漂亮的那一种。哎，无啦，咱轻切啊，轻切啊，不轻的啊，咱尾有把，嘿啊，到尾就轻我啊。哟，都要请我啦，阿伯，好，哎，十几位，十几位啦，才十几位，哎，十几位对啦，金生姐，金生姐三位啦，嘿啊，大家早，脸书的朋友，天大家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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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啦，讲啊，嘿嘿嘿，现在九分九分。十八年了。就关门啦，到时放电啦，几公斤，几公斤来吃。不落雨，跟落雨，哎哎，很多呢，空调。我有块大布。有龙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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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龙爪。好吧。买一回。买了，会啊。买我的。两块，两块。买了我啊。我怕红昌找不到，红昌要买东西，要怕红昌找不到。
安尼要找你找你十八，对哦，讲十次哦，知道吗？你顶个没有，你顶个个说第一种无吼？我应该知我讲啥？我知啊，系啊，无在用，无在用，真唔在用，真唔在用。银行经理别滴个。哦，阿免在用，免在欢迎个袂。银行经理无多去遐吧？伊讲不去啊。伊讲一百块三我都去。无百块三，一百块三我都去。免在用，免在用，你弄啥？伊拜六休困，一百块三我都去。啊，拜六。哈哈哈。真正只系唔好叫阿聪咩，我叫阿聪。无你要食啊，我本来做面嘅，你要食面啊，做嘢。这就好啊，迄面我无加。有啊，伊话你佮佮咸了哇。哈哈哈哈哈。讲你面味咸，食未饱。好啊。食未饱。难怪会走，你硬咸。我那。你话叫人叫咩阿忠？卡你食卡冇食饱，咩啊？不食饱你不食，食错饱你嗰啲路边嘅面条啊你！叫好晒员，红黄照叫好晒员。你话个系呢啲红人叫咩啊？你话叫咩系呢红？你话叫咩啊？鲑鱼胆固醇，鲑鱼胆固醇，鲑鱼无胆固醇啊，鲑鱼就是上好的啊，降血压的哦。这鲑鱼降血压？嗯。有鲑鱼啊？你健身的人嘛食鲑鱼，你唔知啊？健身迄种鸡巴食生，那嘛食鱼，那嘛食鲑鱼。那食牛肉。对啊，牛肉啊。啊，食鸡肉啊，食鲑鱼啊。无鲑鱼上好，鲑鱼上好，鱼也无一定哦。嗯，鱼也上好诶，就春鱼啦。春鱼伊这边进过来。因为健身餐啊，内底有加鲑鱼，迄一顿都嘛300多块，够赚诶，要无？阿叔阿伯啊，哎呀，我知道阿伯啊，你年不早啊，我叔阿伯啊，这个太贵了，没事啊，这哪个没事啊？我张林家，林家嘛住，哎呀，高雄家现在没吃鲍鱼啊，不过少有人诶，人不怪呀，没吃鲍鱼啊。不过伊涨三，不过伊涨应该有再变得变得比较济。我看伊车，这个济有，定系卖？我看伊卖个再卖，卖个金条再，卖个金条佫剩两个已经再做济啦。对啊，吃都吃袂落。对啊，我看，因为我一车里边我看差不多，佫贴一挂都满。吓，伊，你头尾一磅啊？我定系我。对我一摆已经做三工，还有人，还有感觉人做忝的讲，前下一摆做四五工，还有袂同，无即摆车。我爱讲实话，你知无？你等于做五工，啊！你就想讲哦，做三工做轻松的，你知无？像我以前是一礼拜歇六工对无？哦，拢袂忝。即摆一礼拜休息三工，第四工加跳都都忝，无想要起来。哎呀，你嘛三更拢咱两个啊，咱这个话。对啊，我就是带你嘛。啊，你礼拜，你是礼拜无发？你啊礼拜讲啥物？你讲要去找黄昏市场，就带你去。我早就，我大家种啊，我大礼拜我早就台北咧吼。找黄昏市场哦。啊，台北，我上个只爱坐车去，无坐车去啊，坐车去我看不到。
来，无刚刚无所以都伤诶啦，毋是啊，佫带落去。你讲开车都伤诶对吧？系啊，啊佫排停车，佫喂，大伯，你迄停车费，你后背停停咧，哦，开几落百块。我算了，坐高铁，啊，你若要倒，叫个计程啊吼，赶车叫个坐来个，伊迄种物件无偌远啊，加个几十块、五百几块安尼尔。对啊。佮遐你坐车，坐车停车场停咧，佫出来，伊嘛是啊，佫三四十块、四五十块卖够。哦，算俗个啊。系啊。有诶，你咪出来都爱一百块啊。啊，佫无得停咧。你像透早已经叫啊，想要重庆啊，要华工，吼，要做。台北停车都。是哦，要靠，要规早起从阿七就尔无啊，无时间啊。你咧坐停车位坐足久诶。啊，你家坐停车位可能是点外钟？系啊，台北拢啊无去。你好好，你好近啊！以后叫住高高铁，你也无住高铁哦。啊，是讲未使住高铁，你住高铁哦，费事。哦，费事。我坐咧。系啊。你无信哦，即台北都歹开车。我是要买来去啊，我先。真叫车爱较方便，叫车较方便。大家真正无适合开车，真正。叫车较，叫车较用诶，方便啊无哦。开车去啊看停，开车去会知，开车是从即家己开往较远，去十几公里，倒若搁倒着，就你车停停诶，卖，若要入来出门，卖去开车啦。吓，使进步滴滴啊，了啊，真停啊，了啊，袂使开啊。我是安怎到即摆搁无买车？就是安尼啊。来，把你后背停看卖啊！马上车就无去。系啊。天光在吗？上面挂一个了，你啊。是啊。美容五千块。这有面罩。咱也可以唱歌。台北即摆毋是干呐，开车无方便，骑车嘛无方便啊。那停车位都少了。对啊。小牌啊？不是啦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建筑都用这个招牌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没有，人家比较喜欢这个。这个两。因为你想找 ，OK， 这边来 OK。脸书这边的朋友刚进来看的话，帮我追踪一下这个粉丝团哦，帮我追踪一下。这个粉丝团我要把它再推起来。没有，它是1500。有嫩煎鸡腿，没有纽号两斤，没有。热狗，热狗有，你要几包？三包。三包呀。这个海无锅是火的哦，海无锅是火的哦，海无锅是火的。阿志的脸书也开不起来。我们以前真的很勇哎，一个礼拜只有休礼拜一，然后一个礼拜拍七场和八场。哦，我们直接摆。我们以前一个礼拜拍八场。我以前礼拜六、礼拜日两天都两场，然后拍二三四五。你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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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咱口上脏啊，啊，口上脏啊。哦，那个，行了，今天白都买啊，买到今天来。你是那是一牙梳还是刷完净？三百。多少？多少？那个啥，那叫400。这张是刮的。还包袋去的。小郑，你要啥？我来送你。喂。